出差怎么样？哎，我们出差就是替魏总撑场面嘛，没什么意思。那，给你带了个小礼物。还有礼物？嗯。看看。不贵，但是我就觉得很适合你。喜欢吗？很漂亮的雨花石。谢谢啦。不客气。 如果明天没事的话，要不要一块去训练？明天我约了我的邻居叶真真去崇明岛。崇明岛？嗯 ，hiking？ 不是 hiking， 可能会做一些跑步啊，或者骑行。嗯，那多带一个人行不行？你要去啊？行不行？<笑>我不知道哎，我问一下。行。但是你要是自己开车的话，应该没什么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开车的。 行，嗯，但我很厉害。好，那你有那些户外的装备吗？有啊，该有的都有。嗯，那明天见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回到家了，前面左转就地铁站，我就不送你们了。谢谢你们的款待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朱姐，下班了。嗯，回家。 哎，亲爱的，等我一下啊，朱哲，朱哲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怎么了？这是我朋友，没关系的，你说吧。啊，我准备结婚买房，但钱还差点。我不会问你借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不要脸的人，我找别人借，但我想请你帮我做个担保。 你帮我担保个3万块，你看行吗？飞雪还在那边等着我呢，我三言两语，我明天过来找你一起去签字吧。还有，我借钱的事儿，请别跟飞雪说行吗？明天9点以后吧。哦，谢谢啊。哎哎哎，什么？ 朱姐，我冒昧多句嘴啊，在私人借贷领域，担保可比借钱严重多了。你借他3万块钱，最多是连本带息的拿不回来。但是担保就不一样，那些惩罚性的利息可是无底洞。陈作法他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做金融的，这种套路我见得多了。我觉得吧，他可能就是急于结婚，跟他的女孩就是当未婚妻，那不就更奇怪了吗？ 喂，朱哲。陈祖法，你把担保合同拍张照片发给我看看。刚才那个女生是一位资深的律师，她懂行。哦，那个小额贷款公司呢是正规企业，只有签字的时候才能把合同拿出来。你放心，这毕竟是借几万块钱的事儿，我比你更害怕出问题。这种事儿肯定要谨慎一些。 所以我才请他帮忙啊！你放心，签的时候我带上他帮你看合同。那太好了，朱哲，谢谢你啊！先这样。
Lucy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。我能跟你加个微信吗？明天陈组法约我签字，我想把担保合同发给你，请你帮忙过目一下。哦，正好明天我和珍珍出去，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运动，所以不一定能够及时回复你的微信。啊，要不你延后两天，你正好也可以多想想。没事，我可以找其他朋友帮忙。你们明天好好玩。我去拿下手机。加上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好，谢谢啊。嗯。出发吗？好。很准时嘛。嗯，女为悦己者容吗？白日做梦。你朋友呢？嗨，早，拿着吧。哟，比美呢？你们这也穿的太好看了，你们这是要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崇明岛跑步骑车去啊？嗯，你去不？这要是别人这么说，我肯定骂他骗鬼呢。可你们俩，去吧去吧。打扮得这么漂亮，真让人糟心。嘿呀嘿呀，红红还在睡懒觉呢。嗯，行，那我们放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都是幸福小孩啊，两个去放飞，一个还在睡懒觉，还真是。把那箱子放那儿吧，我来。上车吧。哎，刘姐，放个座儿。David 连你放鞋的习惯都知道，怪癖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。我们啊，事先在国外约骑行，结果呢，跟你一样，看都没看，一屁股就坐进去，他的小白鞋，瞬间变成了小黑鞋。然后呢，我很大度的让他赔了我三双新鞋，撒了一手好粮，彻底恢复斯文败类的样子。
啊，对了，你另一个邻居联系我了。何敏红啊，他昨天晚上和那个画漫画的一起努力，想要说服我跟他们一块儿合作。那你说聊合作不应该先聊利益分配吗？他们倒好，跟我聊如何三方结合撞出创意，聊到最后都没提钱，这种人我不合作，就不是一路人。我和你说，他要再求你来找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，否则我翻脸啊。好，接受威胁。哟，挺在乎我的嘛。起来啦。嗯，树姐，昨天晚上回来很晚吧？哦，昨天晚上跟真真的好友就聊范海记的改编讨论的激情四射。不过啊，可能是真真这个好友年龄大了，话也不多，在微信里都没聊两句。不过也是，要不是他这个年龄段，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阅历啊？嗯，树姐，嗯，你在家干嘛穿成这样啊？九点约了个朋友。已经快九点半了。喂，宋丽，怎么了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喂。啊，喂，老高，好久不见。听说陈祖法最近准备结婚啊？是啊，前两天带女朋友跟我们几个老乡吃了个饭，说是要结婚了。那天他还让我替他担保，借了3万块钱，打算买婚房。你给他做担保了？那当然了，陈祖法现在不一样了，就想踏踏实实结婚过日子。都是老乡，以后总是要你来我往的。他是不是也找你了？嗯。那你能帮就帮呗，就让你担个保，又不找你借钱。你看，你都混到上流社会了，举手之劳的事吗？再说你俩以前关系也不……老哥，我这有点急事，咱俩回头说啊。我去办入住吧，雷伟，身份证给我吧。Lucy， 你的也给我吧，我去帮你办，你可以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休息。没事儿，跑腿的活交给我嘛。没事儿，一会儿很方便。我网上订的房，我去办入住吧。好吧。那我跟你一起。好。您的房卡。你好，办理入住，麻烦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。谢谢，请稍等。要我接点就行，我觉得这还不错，没事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等一下咱回到房间里边换身衣服，吃点东西，然后啊，开始我们的下午骑行自虐模式，怎么样？我没有问题。嗯哼，我们的房间到了。好，谢谢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再见。
什么歹呀？嗯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哦，珍珍，你看我这个手套，齐心可以吗？看看。哦，你这个是健身用的手套，骑行要用骑行的手套。我看看我有没有多大一副。哦，好像是带了，啊，在这儿呢。你用我的吧，这个手套可以有效的保护摔跤时手部的一个安全问题。科学家的严谨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那我补个妆。嗯。